巴黎奥运的脚步越来越近了。体育署这次赛事提供给中华队的国手们中继站的服务内容也曝光了，除了有膳食公寓，也会提供运动中心、物理治疗等等，在餐点上也会提供客制化的服务，依据运动员们的需求来量身打造，菜色很多元，包含牛肉汤、还有小笼包等等的道地家乡味。而这次也将首次携带高压氧舱到巴黎，帮助选手可以加速细胞组织修复，去除疲劳，在赛事上有更好的发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